我那个主肩膀，主肩膀痛，主肩膀痛，我看到一个脸窄窄的、留了小胡子的特工人员啊，特工啊，就专门盯着这些消息啊，盯着那个他那些特工人员盯着那个真相媒体，川普当真相媒体啊，有特工人员专门盯着啊，要从这里边看谁支持川普。谁关注川普啊？然后他们准备啊，随时要踩他的肩膀，要么让他起不来，要么让他受伤。啊，有人留着小胡子啊，专门干这个事，很恶意的盯着，很恶意的盯着。然后呢，我昨天发的信息啊，那些人已经盯上了，已经盯上了，已经盯上了。但是盯的是讲的外星人的事啊，讲外星人的事，讲外星人的事。当然，无论你讲什么，只要是谁在里面发言的，都会被盯上，都会被盯上。所以呢，因为是盯上的。你在，在这个场合呢，不是写啊，我支持你，不是写这个啊，我不是在这个场合，不是说要坚持，要说啊，要一定要喊着，哭着喊着要喊啊，支持川普，而不是写这些，应该以一股居高临下的身份。来告诉地球人核物质的危害，也就是说，这个消息也告诉那些特工人员的啊，盯川普媒体的那些特工人员的啊，让他在同样的平台上接受这样的信息，让他们看到的不是跑上去说，说支持川普，而是告诉信息。信息，信息，信息，而不是支持，支持，支持。要告诉信息，因为那是公开场合，那个公开场合啊，有特工人员盯得很紧。所以呢，上去每发一条都要考虑好，每发一条都要考虑好。上面以居高临下的样子来告诉也就是说，这个真相媒体当中。特工人员当然一直守在那边，也就这个时候来倘若一个外星人的感觉啊，倘若一个外星人的感觉是以地上方的形象来告诉一些地球人不知道的事情，而不是在这个场合当中喊支持川普因为原来特工人员盯着所以说话很小心说话很小心，而不是。再强调，不是跑上去说支持川普，只是说外星人要找他。另外，逐渐讲了核物质的危害，就以居高临下的身份，而不是支持谁、反对谁，也不是跑去向谁帮谁喊冤，都不是的。有句话，特工人盯得很紧，搞得跑被他那个踩掉一个肩膀。所以肩膀的感觉重的感觉肩膀重的感觉现在我们要巧妙的、轻轻巧妙的，这个肩膀让个川普总统用，也就是把它抬起来很巧妙的把这个肩膀让川普总统用，另外很巧妙的，那些特工人员站在那边。也把他抬起来，把特工人员也抬起来，把川普也抬起来，下面什么样来垫住这个肩膀呢？就是关于核物质，就在那边不知不觉的把这个信息灌进去而不是跑到那边喊支持谁那我明白了，明白了知道了知道了好，再见再见，我知道了。
知道了怎么做了啊。